好 amazing 咯。I think it's very cool。佢叫宮澤佑末，係日本籍嘅十歲小學生。由於有音樂天分，佢嘅另一個身份係搖滾樂吉他手，亦都係2008年世界健力士記錄最年輕嘅職業吉他手。興味があった。アジア版ファーストギタリスト、ランディ・ローズ is my idol。宮澤提到的 Ozzy Osbourne 是英国摇滚乐殿堂级歌手，这位天才吉他手在2009年就有机会和偶像在美国同台演出。 Rock and Roll 摇滚乐有人会认为炒热，宮澤说在家练吉他的时候也都试过被邻居投诉，天才的爸爸原来都是摇滚迷，都喜欢弹吉他，所以宮澤三岁就学吉他。そんなに難しくはないけど、まあ、ギターの結構難しいところとかソロとかあるんで、そういうところはまあ練習したり、ずっと練習同じところ練習したりしています。難しいところだけは。成为天才吉他手之后有机会出国表演，做生意的爸爸就抽时间陪个仔出埠。香港是宮澤的表演舞台之一。最喜欢哪首啊？ Let's go 啊。其實我挺喜歡他原唱那首歌，自己作那首呢，那他即是 他小朋友的想法可能是就是他show曬出來。有天分，不單止彈吉他叻，連作曲都得。宮澤的代表作有這首 Let's Go。プロギタリストになって作詞作曲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です。对一个十岁少年来讲，摇滚乐是一件令他很开心、很兴奋和很好玩的事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胡海文报道。